9月12日是杨幂的生日 ，Baby 发微博祝贺杨幂生日，并晒出了二人的亲密照，但却被网友发现这张图竟然把倪妮截掉，因此引发热议。据悉 ，Baby 在12日发微博写道：“杨幂生日快乐，爱你么么哒。”同时还附上了3张照片，其中包括杨幂在蛋糕前闭眼许愿的模样，以及2张双人合照。不过网友眼尖发现，其中一张合照是6天前的时尚活动的图，当时 Baby 是跟杨幂、倪妮3人一起合影，如今 PO 出来却截掉了倪妮，网友纷纷表示不解，为什么要截掉倪妮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